下午两点钟了，快结束了。下午两点一刻了，终于卸完了，太热了。刚才接了一单，从东阳装什么工艺品，什么圣诞树吧，纸箱装的，去台州。这个天太热，趴在那里找货，还不如开起来。走了，装货去了。22公里啊！已经到东阳了啊！货也拉下来了，我们翻车了，快完了。下午4:40了，这个东阳这边去台州的货装好了，很轻啊，是那种出口的那个圣诞树啊。这才几月份啊，都开始做这个东西了。现在准备去台州了，到台州的目的地是全程194公里，大约需要4小时28分，要接近200公里了。要明天早晨才卸货了，妈妈往那边开了。横店影视城就在这里面，明清公园。搞得这么漂亮，中国横店。大家车上有这个汽油发电机的，是不是感觉最近这个汽油特别难加？我这一趟从家里出来就没加上油，说要派出所去打证明，然后到宁波，再从余姚装货回去，这一路上估计不止10个加油站都没加上。然后昨天在扬州装完货，过完江到了常州，一个加油站的小姑娘跟我讲，她说我可以给你加到发电机里面，但是我发电机里面满的呀。那今天在义乌卸货的时候，我把发电机里面倒出来了，倒到桶里面了。然后刚才在东阳那边一个中石化的加油站，发电机里面也不给加，我都要绝望了。再不给加的话，我就要断油了，今天晚上可能就用不够了。还好这个加油站拿身份证登记了一下，桶也挂满了，发电机也挂满了，才加了45块钱油钱。
这下可以安心了。到磐安县城了，这可以说是一座山城。坡度有点大，前面就离开了磐安县城，进入山区了。这段路我去年比这个时候要早一点来过一次，到磐安装的货去了浦东，那时候高速还免费。前面要左转了，右转是往缙云去的，左转往仙居，往台州。搞得这么漂亮，这是个什么地方啊？到了仙居县城啊，现在往临海方向走了，沿三五幺国道一直往东。晚上10点半了，摇摇晃晃到了三五幺国道的临海白水洋，现在到目的地还有75公里。午夜的12点半喽，到了台州的目的地。这个地方叫什么？北洋镇啊，不知道是不是属于黄岩啊？这个大家都说义乌的这个运价不好，那我早上到了义乌以后也发现一个比较怪的现象，这个卸货的这个周边几条马路上都是停满了货车，车太多了，难怪运费不好。那我卸货的时候看到这边货，赶紧就把它定下来，赶紧撤离，换一个方向，看看今天卸完了货，最好的话是搞一车那个到无锡的汽配回去，然后在无锡卸完了再搞一车这个快递到南通，这样一会儿多绕路，也不要担心死，不知道能不能如愿。好了，现在赶紧洗洗睡觉了。今天晚上可以睡个好觉了。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